我去他家，一会儿去，我先回去卸卸妆啊。谢谢 Miro 的抖音号啊，谢谢，感谢 Miro 的抖音号，谢谢 Miro， 谢谢柴切卷的华灯初上。一会儿我们都去，达尔赛的人都去。谢谢卢卡斯比心兔兔啊，谢谢卢卡斯比心兔兔。谢谢飞流吃甜瓜的什么？谢谢卢卡斯的好多什么？哎呀，发了个微信，不好意思。帮主，我给帮主发了，但是得喝酒。谢谢卢卡斯给话筒，他不喝酒，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去。谢谢程酸酸的什么花枝招展啊！谢谢七七的真爱玫瑰，嗯，谢谢克洛伊的一点心意。帮主以后肯定不会常来吧？我都人家能来一次，好家伙就很好了，人家哪能天天来啊？对不对？谢谢李佑的抖音一号啊！谢谢李佑，感谢，谢谢李佑。谢谢李佑的抖音号。那这那当然了，帮主6年没玩，今天玩的也很好呀。那就确实是嘉宾有强弱的呀。这个人本身天生他就是有各种不同嘛，对不对？他今天来玩挺好。谢谢卢卡斯连理枝。谢谢楚楚的抖音号，谢谢楚楚的抖音号，谢谢。但是有个问题你们没有明白，你们没有发现一个本质上的问题，你们没有明白。为什么今天的局你们会觉得好看？其实有个问题你们没有明白。哎呀，真的是。不懂，别，不行，我不能跟你们说，说了之后你们就会怪我了。谢谢妮可的云中秘境啊，谢谢妮可，好家伙，谢谢妮可的云中秘境。因为我没乱玩。谢谢古古岸的真爱你，谢谢车车的抖音号，感谢车车的抖音号。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我其实不是因为帮主来了，也有，就是我也怕帮主站错边，但是我更多的是因为今天大师赛最后一天收官了，所以我是用了权力的。用了权力之后，你们就会发现那些很菜的人他们也不会错了，很菜的人他们基本上也不太会错了。没有观众血压了，确实没给空间，真的没给，所以我昨天跟你们说，我说荣耀如果我想让他不犯错，我随便就可以做到，你们不信。帮主今天来，我就有办法让他不犯错，对不对？但是帮主本身也很强，帮主本身也是有辨别场上能力的人。荣耀会来啊。嗯，对，我就说完之后，你们又得怪我平时不发力。哎呀，发力很辛苦的，哎呀，发力很累的。真的很累，这游戏，唉，嗯，其实我最后一把也都给他们点了。其实最后一把我，其实最后一把我已经点名点了10了。谢谢草莓的热气球，谢
谢谢，谢谢草莓送的热气球。我最后一把已经，其实我已经把十号点了。如果仔细听我发言的话，但我没点的很透。我把四六包了，八号没完全打死。谢谢石头热气球。帮主要是，我觉得帮主必定上瘾吧。但是帮主如果愿意来玩的话，我肯定是优先可以安排的。哎，你也不能不是京城大师赛，京城大师赛不能只因为我一个人发力，人那这东西也太……哎呀，这京城大师赛也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发力取决于人气高不高，那这东西太累了。偶尔发私利就挺好。下周看看。主要明天不是，主要我发力别的人没法玩了，我狠不下心，我不太，你看今天我归小黑真的是不就是有点不讲道理了，但没办法啊。谢谢何取之明珠的热气球。荣耀会来吧，应该会来吧。荣耀应该会来吧。以后荣耀肯定会来啊。平时我就会让八号，我就让牛肉干开一枪，今天不能让，今天不让，今天就直接赢。对，今天弹幕氛围也挺好，如果每一次进入大赛的弹幕氛围是这样也还不，今天其实主要没有高血压，其实今天没有高血压，今天进行大赛是没有高血压的，因为每一次即将出现高血压的时候都被制止了，比如说耿雪儿第一把，哇，谢谢噗噗的这个宇宙之心，好家伙，谢谢，感谢感谢，谢谢噗噗的宇宙之心。比如说今天耿雪儿没有分清楚三号是不是狼混，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跳出来告诉他三号是狼混，让他不要去归狼混，就是我是每轮的发言都很尽力的，所以他们就不会犯错了，不会犯错，大家带入好人视角，大家也很爽，看着也开心，礼物也多，我今天也收了好多礼物。但是生活能这样吗？生活不能这样，生活不能每天没有糟心事儿，不能每天让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天天礼物太多，这样的生活没有趣味。我们下一周就会马上回到，哎，疯狂的血压，哎，让弹幕老师们，哎呀，又想看大师赛，看着看着又他妈生气又给关了，哎，这才是生活。生活就是七天，接着七天，如果这七天每天都很开心，你就慢慢的就会发现很无趣。我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希望大家也有趣，所以大家得生气，懂了吧？你们必须得有高血压，你们必须得有血压，我哪怕不要礼物也得有你们血压，偶尔爽一下好吧，偶尔让大家爽一下，好不好？不是人少，人多少这东西，哎呀，你不能看大家赛只看人数，你要看一些别的东西，你要看一些别的东西，太肤浅了，对吧？没有，真的。如果你们想看今天这种爽局，我随时可以给你们这种爽局，随时可以给，
但是很累，很累，很累。不是，因为你们要看爽剧的基础上，是我要很用力的发言，我很用力发言，我就要组织发言，你知道吗？就是我要从我左边第一个牛肉干开始，到 KS 发言之后，我要想我接下来怎么发言。我之前玩都是随便发言，我都不想，我该说什么就我想起什么就聊什么，是这个意思。要不就很辛苦的，真的很辛苦。今天人气没有很高，快到八万了，但是也没有很高。嗯，哎，也没有很多，也没有很高。不能让你们爽，我有远大计划。我让你们天天爽，我就收不着这么多礼物。我让你们憋很久，我让你们憋很久，你们就会给我刷礼物。你们不懂，哎呀，你们不懂，哎，你们不懂。噔噔噔噔噔，喂，喂，哎。直播打电话吗？你看大师赛了吗？今天我没有，一天在对手卡。哦，刚对完。太忙了，太辛苦了。嗯嗯，帮主今天来了，知道吧？我知道啊，我看帮主有几局还行啊。嗨，什么他行什么？他全靠我保护，知道吧？全靠我。我跟你说那天，嗯，昨天，嗯，我那什么，我站边来着，就你那天的那个大、那个预言家，嗯，你和那个强神防对跳。哦，那把我预言家王宝宝和长南。哎，我告诉你啊，我在直播间我说六号好人，刚 KS 说的时候我说六号好人，然后呢，哎，然后我说然后他们说一会儿燕儿姐帮我们听听那个歪哥是什么。嗯，我说歪哥是坏坏，嗯，然后大家都说歪哥是坏人，看来我是大家的坐标，这个根本就不站不对边儿你。今天还行，今天人气也挺高，大家看着也挺高兴。真的吗？嗯嗯，还挺好。嗯，还可以，今天还可以，整体还不错。那是那个帮主来了吗？对，那肯定是，肯定是因为帮主来了人气才高的呀。真的吗？嗯，那你骗帮主了吗？没骗，今天没骗，就不是今天我没拿狼，我拿狼会骗的，但我今天三把好人。三把好人？三把好人，三把全抽牌，全抽的好人。哎，没机会骗，我要是拿狼我一定会骗他的，但是可惜。可惜了，都是抽牌。对呀，三把全是抽牌。哦，那狼今天赢了吗？没赢，一把没赢。我好人不是我拿好人狼人怎么赢啊？你这话问的，我是好，我三把好人狼人还能赢，这太夸张了。那就是爽文呗。有点爽，今天有点，因为我是三把火力全开那种。火力全开啦、就是井上发言一半吧，我就把四狼都点了，井上井下没发言全点了。真的假的？差不多吧。基本是吧，嗯，没什么意思，哎，没什么，随便点一点，随便点一点，没什么意思。哎，三把乱点，井上就点，嗯，怎么说？那你哦，我看有人说那个 KS 和雪儿还有你三把都是啊？对，抽牌嘛，今天抽牌就是这样嘛，最后一把没发，平时最后一把发牌。结果本来是要发的，然后我还跟节目组说，我说我能不能这个发牌呢，能不能别老让我拿平民了，然后他们说不行，他们说这个今天要抽牌要公平要决第一的，
然后就抽牌了。后来 KS 拿了个冠军。KS 这局冠军啊？对。那这局冠军都有什么奖励呢？这一届？奖励大师赛无上的荣誉吧，啊，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奖杯。该不会 KS 是大师赛里为数不多的没有冠军、没有奖品的吧？要什么奖品？他享受荣誉，他还要奖品。KS 不想要奖品，他就想要荣誉，他要什么奖品？你太小看。真的假的？啊？为啥？像我们这个年纪的男人啊，他就不对于物质生活呀、啊、就没有什么太多兴趣。你看有戴森吹风机，然后上一季你是冠军吧？你给了一个什么呀？上一季王宝宝和耿雪儿并列第一，给那他们俩是什么？金条。对呀、啊，金条。嗯。再上一季呢？是你吗？忘了，反正有点奖品。不是，那你这干嘛呢？因为我们觉得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都不如无上的荣誉来得好，嘉宾反而把这些奖品当成累赘，嘉宾们也就想要。我去帮你选个礼品吧。那冠军啊，大可不必。你不了解 KS， 如果是别人可以选，而 KS 他就不想要这种东西，他不想要物质的奖励 ，KS 就想达到精神上的满足。你能懂 KS？ 那我就把你。借他一天搞个 CP， 精神上的，他不喜欢这个，或者干干，不，他这是精神上的 CP 吗？你不懂 KS 要什么，哎，你不懂，我知道 KS 要什么，别把我借给他了，我借不了，不行，我来不动，我岁数挺大的都不行，什么玩意儿啊 ？KS 喜欢的东西跟他一块玩不了，我这不就疼，哎呀，我受不了，不能玩这个。我告诉你吧，大师，你的直播，嗯，你好好说话。怎么了？我好好说话呢。你真的给买人东西？你那个眼镜送给人家了吗？没呢，还在家里呢，在生日礼物还在家里放，老忘了给的。你一会儿我给他去，一会儿我们聚会，一会儿我给他去。一会儿你们要聚会啦？嗯，我们今天那个赛后那个聚会。赛后聚会？嗯。哟，昨天。昨天开会，今天聚会，夜夜笙歌，咋样？我现在夜夜笙歌，夜夜笙歌，夜夜笙歌，太夸张了！我明天你们什么会啊？明天是例会，小桌例会，例会。哦，我还以为你们是小桌开会呢。不是，我明天是日常例会，每周。哦，明天例会。为什么是例会呢？是因为明天晚上你七点带货直播。我呢就把这些人呢一块组织起来开个会，一起看樱桃不丁的带货直播学习，因为我觉得你现在的带货水平值得这些人学习了，我们就好好看看你直播学习学习怎么带货，你知道吗？我明天是大牌小样，我明天不光是自己带货、啊、我是自己买货，那我们一起买，我让他们一起买怎么样？天哪，我都安排好了，明天下午我复盘，复完盘你带货怎么样，好不好？我看行，好不好？你看这安排的怎么样？我看行，没毛病吧？是不是没毛病？我明天都是大牌儿啊，雅诗兰黛、兰蔻，安排好了。嗯，阿玛尼黑曜石，我天哪！天哪！太夸张了，巨夸张，真逗。哎，你把牙膏给大家了吗？没呢，我一会儿给，在哪儿呢？让杨姐给我找出来，我一会儿给。一人三盒啊。一人三盒，明天开例会时候给吧。今天人太多了，给谁不给谁都不知道给谁。但是我想问你，有我买了13个，你给谁呀、啊？你这几天看谁牙黄了吗？男生吧，多给点。女生牙都挺白的，给男生给男生。你说牙都白吗？女生牙都挺白的。你看了吗？没看，我一般不太会看别的女生。我今天晚上问问去吧，一会儿我问问去吧。你看看吧，不，刚刚肯定需要。是吗？对，可能吧。啥意思？谢谢 SJ 兄弟的抖音一号，谢谢 SJ 兄弟的抖音号。SJ 好久都没来了。啊，天天的不知道给谁刷礼物，也不给我刷。
我 S 这兄弟想当年在某牙的时候夸夸夸几百万几百万给我刷，现在我也就只能感谢个抖音一号了。哎呀你行了你知足吧，你有多少牙牙的都走了，我走都走了不管我了，把我一人扔抖音了，不陪伴了，拉了假牙，我拉了、哎、你别你吃点药吧，我说是主播人气这块拉了，不是肚子疼的拉、哦、那你也不知道今天谁小广告一堆一堆的还挺秀的呢。哎，我那个是商单，商单不代表是这个礼物，我得炫耀。那上面这个又来了一个君君的保时捷，谁这是谁？谢谢 SJ 的抖音号，感谢 SJ 的抖音号，这真的太宠了。行了，别拉了。君君最近天天送我保时捷，以前在那边都是虎牙一号、哎，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虎牙一号和抖音一号有什么区别？以前全是虎牙一号，现在来了变成保时捷了。我每次都想问问君君，是不是没分清楚这礼物等级？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没事算了，我也别问了，就天天的老问。保护君君，这不好弄。你知道，大家以后都会打问号的。你说以前是我君王，你们懂不懂君王？君王，我以前虎牙的君王，在我现在的这个标准就是抖音五十级。你带着我一块儿去狗礼物吗？没有，我跟粉丝不是，这叫跟粉丝互动。谢谢君君的抖音一号，谢谢君君的抖音一号。这个叫粉丝互动，因为这个东西我自己是有心理的参照的。谢谢牛西的抖音一号，感谢牛西的抖音一号。嗯。天哪，我发现你的那个比心好像也不够标准了。我直接把衣服要能的话，我直接把衣服都脱了。为啥呀？别喜欢看。表达我对粉丝的热爱，但是我没办法，这个纪律上面要太丑了，太丑了，纪律上面要遵守。今天也收了好多礼物啊。还行吧，今天就狼人杀玩的好了点，比平时厉害点，大家就送点礼物。哦、今天也是运气好。蒙对了，你别跟我连麦的时候又狗礼物啊！没狗礼物，害羞。他们主动送的，对，玩的是主动宠你，太宠了。嗯，我就不错了。我要是要嘉年华也能送。君君，君君、哎、那时候说你，但是你要什么给什么。我那时候说接下来十秒钟之内就会有人送我藏宝图。君君那时候二话不说，5000块钱藏宝图直接甩。啊，真的吗？对、哎、呀，那时候我不怎么看牙牙的。在那边，我说我接下来一分钟内必有藏宝图，真有人刷。现在我不想用这种方式，我不想用这个方式，没必要。我都心砰砰跳，你行了，没什么。我是觉得吧，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现在这个社会经济体系没有那么好了，大家买货，哎，支持支持就可以了。买东西呢，就是自己能用，我高兴你高兴都挺好，对不对？包括明天樱桃布丁晚上7点带货，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用的呀，什么那些东西可以看看，没有必要送礼物。行了，真的还是送礼物。你送礼物只能表达你对主播的热爱，给予主播更多支持，够了。主播收到了礼物以后，更会更加努力，主播更努力，粉丝就更支持。现在就良性循环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送礼物的好处，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我天！谢谢君君的嘉年华，你看我刚说没必要，他就送你看。哦，谢谢君君，这不就良性循环了吗？能懂吗？谢谢君君的嘉年华，感谢君君的嘉年华，这不就良性循环了吗？是不是？你看，我也不搞礼物吧，我说的是别给我送礼物，多买货支持。你看这事闹的。哦天哪，谢君君，我还太丑了哦、真的，但是你好有福气、真的，我太有福气了，你真的好有福气啊、真棒，我可棒了长得一副可可爱爱的，那个叫天选带土的，我妈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经常在他我在别的直播间里面看见他，我刚开始还以为是我的粉丝，结果不是，天天给别人送礼物。那你有你的牌子吗？没有，他42级没怎么给我刷过。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喜欢的。君君真的太宠你了，天哪！嗯，不过君君也够长情的，太长情了，太专一，主要是专一，就是主要专一，是吗？嗯，专一你。对比有些什么天天给这人刷点那人刷点你真有暗示、那个、他牌子也升了我牌子也升哎，我还以为就是说今天最后一期我表现这么好能多给我刷点呢。哎，你的抖音一号和那个藏宝图的感谢手势有不一样吗？一样啊，没有。那为什么呀？嗯，我比较匮乏，就这个感谢的动作比较匮乏，没有就是特别好。啊，行了，你跟粉丝们宝宝们，你好好聊吧，我下去了。你无言了。你宠宠大家吧，你好好以后玩。我玩，我每天我哪天不好好玩，我都好玩。你给 JY 大军争面了，今天。他们一直有面儿，哎呀，他们什么时候没面儿过？我今天帮主来了，你哐哐的 carry， 那真的是有面儿。我怕帮主犯错，我怕有人喷帮主，我不希望每次来了个嘉宾都被喷走，你知道吗？得保护这些嘉宾了，你知道吗？行吧，我走了，拜拜。好吧，拜拜，拜拜拜拜。有一天我直播之后呢。贾燕跟我急了，我说怎么就跟我急？有一天啊，那天我告诉你们那天是哪天，他跟我急了，就是王成龙归二号没归出去，陈斌被归出去那次，贾燕跟我急了，他说：“但是你为什么拿好人不好玩？”我心想：“我拿好人怎么不好玩？我点了呀。”他说你就是没有就是特别用力的发言，你就是嘻哈发言，让别人判断不准你身份，导致 KS 被扛队出局了，王宝宝归了二也不投二，然后让那个5400机械狼开了两刀。哎，我当时就觉得那他妈什么意思，凭什么怪我，你假人还敢喷我、啊、我但是我该点的狼点了，我该投的票投了。然后那天王宝宝不是被喷了吗，然后假人跟我说，后来我俩那个心平气和的聊了聊，我觉得他有的说也挺对。他说如果但是你这一把你没把尽心尽力的玩，那么有很多场上嘉宾就不会被喷了，那可能他们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我后来一想，我如果那天。正我没有很坏的那种发言，我这个人发言，我很用力的正经的发言和嬉皮笑脸坏了吧唧发言是确实是不一样的。我如果那天用正经的发言，二号铁逼出局了，5400一定开不出道了。然后那天贾尔喷了我一顿，当然了，我以我的家庭地位不可能被喷嘛，对吧？我在批评完贾尔之后，我自己也有了一定反省。我觉得确实也对，我在想，其实有的时候，那个在京城大师赛上面，有的时候啊，大家别的嘉宾被喷啊，一方面是他们菜啊，但是我一味的不想当坐标，导致这个局变得不好看，可能是有我的问题。所以当我想清楚这一点之后，我已经慢慢的在尽力了。其实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在大师赛，我之前比较佛系，你知道吗？我没有想就是非得。在抖音这个新的观众里边特别表现自己的配置啊实力啊，我希望比赛能够更有悬念一些。但是在最近我其实已经有些改变了，我已经每盘都尽可能的去在劝导别人了。真的。所以最近玩法已经是有变化了。真的。嗯，我觉得今天这么玩大家能够谢谢5400的飞机啊，没看见不好意思，谢谢5400的飞机。我觉得今天这么玩，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我以后可能酌情会偶尔这么玩一玩啊，酌情。嗯，然后
反正这个东西肯定不是我的问题，但是我其实可以改变很多，我其实是可以改变很多的。有的时候大家血压高确实是我就是有时候大家血压高不是我的问题，但是我可以通过我的一些方式不让大家血压高啊，那我以后就尽量不让你们血压高，尽量好不好，尽量好吗？是跟我没关系，但是我是有能力改变的，就是这个东西肯定是你得怪错的人和菜的人，但是我是有能力不让这事儿发生的，所以看心情吧，看心情吧，好吧，哎，看心情吧，谢谢天选带土的嘉年华啊，你在你是不是不在分段群里？你加个分段群吧，好不好？谢谢天选大哥，你在不在分享群？你在没在？你拉他吧，早就应该进群，你们都给别人刷到42级了。好像这小子天天给果冻刷，我们也不知道果冻有什么可刷的，说话蚊子什么嗡嗡嗡的，天天还挺。来，你加我群。我跟你聊聊果冻怎么不好，你以后的钱就不会乱花了，你得钱花到刀刃儿，果冻天天的拿个小法师就杀了。哎。空间会给。他是小郭房管吗？谢谢5400的抖音号啊！谢谢5400，感谢，谢谢5400的抖音号，谢谢，感谢5400的抖音号。他是小郭的房管，他是不是小郭的房管？我不知道。那个 DA 老板，你是小郭的房管，我是知道的，因为你之前不是在我那块买过小卡吗？对吧？然后我对你印象还挺深的，因为在给你拆卡的时候你送了不少礼物，后来不送了。我说哎，这个老板为什么不怎么送礼物了。然后你就好像就给小郭送了。可惜了。而且我记着那个 DA 老板跟我一样也是无锡人，我们无锡人反正关系都挺好的，我还以为你会成为我的大哥给我刷好多呢，没想到就给小郭刷，没太明白，但也没关系吧，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主播，刷也正常。我们无锡人的这个性格好的点就是不太会嫉妒别人，不会说因为给小郭刷礼物我就不高兴什么，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无锡人啊，你是无锡人吗？我和卢卡斯和嘴大都是无锡的呀，我跟卢卡斯和嘴大关系特别好，我们都是无锡的。哎，我是十几岁来的北京嘛，然后还算没关系，你别，我没想告诉你这事儿，你别因为我是跟你是一个地儿的人，你就一会儿给我刷礼物，没必要。咱们无锡人不用讲这个，咱们无锡人。不用讲这些。明天假如晚上7点带货，我觉得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假样，虽然说明天晚上别的主播也会开播嘛，大家可以送礼物什么，但是明天假如带货那个场还挺大的，大家可以去支持。最近我觉得假如特别辛苦，真的都有点心疼那种。然后最近我们决定要孩子，因为我们之前不要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假如认为我们家钱全是我一人挣，然后觉得
再要一孩子给我压力太大了。但是现在之所以愿意，就是我们决定可以要的原因，是因为贾燕自己本身也有，他跟我说的话就是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工作了，有事业了，也有那么点收入了，所以他觉得，他可以负担得起这些，就说可以。后来我们俩就定了要，所以就是谢谢大家，明天晚上7点可以支持支持贾燕。我觉得女生有自己的事业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不一定要得上我吧，不一定要得上，就是我努力，努力，不是不行，因为本身要孩子这个东西就很随机嘛，对吧？它就是很随机的事，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哦，没也没不行，没有，我已经有两个儿子，已经挺厉害的了。如果第三个还是儿子的话，我也会欣然接受。我真的挺喜欢儿子。只是可能此生会有遗憾，就是没有女儿，就是没有体验过养女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如果是儿子的话，我也会很开心。没有，我都可以嘛，对吧？如果我们两个定必须只要女儿，那我们就不会要这个孩子的，对吧？我们之所以要这个孩子，所以男女的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我真去啊，我一会儿跟他们一块儿去聚会去啊，今天晚上，今天收官了肯定要去一下啊，今天一定要去一下。我明天晚上复盘啊，大家你们觉得我明天下午会复盘的，你们觉得想让我复盘哪一场，其实我复盘哪一盘也都行，反正我也是狗礼物啊，反正我也是去狗礼物的，复盘哪一把都行。第三场今天晚上第三局，对，三局可以吧，都可以。看看噔噔噔噔噔，明天会复盘今天的吧？我下午找一天复盘吧，好吧，下午找一天复盘。帮主应该不去团建吧，我跟这帮主说了但是没回我，因为帮主太远了，他那个家离这太远，他要去团建再回家太晚了，而且开车也不太安全，他自己开车来的，他家离这太远了，你们懂吗？这个东西没办法的，太远了。我接谁啊？我接小帮主，我接不了，对不起，很难接，我哥们接不住。谢谢保时捷，谢谢谁的保时捷？谁送保时捷？谢什么保时捷？谢谢一杯冰咖的宝儿姐，谢谢一杯冰咖的宝儿姐，谢谢一杯冰咖。可以。帮主以后还来不来要看情况吧，我不认为帮主会经常来，因为太远了。
小何得看他时间吧，小何得看他时间。嗯，小师赛明天的小师赛开始就会位置非常挤的，好像去位置就可能会挤一点。嗯，囚徒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嗯，很多人在这个东西其实是一样的，你看很多观众在某些事伤心之后他会选择不看，那么有些嘉宾在伤心后也会选择不来，这个你们可以理解吗？不是哄的问题，没有意义，知道吧，就是这样的，人都有伤心的时候啊，人都有这个被某句话戳中之后的时候，被某种某句话戳中了，然后不想接着参加的时候，对不对？是这样的。小黑以后应该不来了吧？应该听说是，我没有很伤感，我真的没有很伤感，我觉得来不来的自己想嘛，自己想清楚，来不来挺，就想清楚自己要什么挺好的，我没有很伤感，我没有什么可伤感的，真够逗的，有啥可伤感，我就天天，我今天礼物挺多，数据还比之前好，我高兴还来不及，我还伤感。哎，你不能说我没心，不能说我没心。对对对，啊。我这个人是非常理性的，我是非常理性的。你看我其实基本我喷事儿之后其实是非常理性，我会站在很多地方去考虑，很多地方考虑。有的时候来不来未尝不是一种坏事。你看我有时候还会建议王宝宝和 KS 不要来全勤，对不对？我还会建议他们别老天天来。他们自己可能不会认同我的想法，然后也不会觉得我这样做是一定是对的，现在此心光明的私人飞机。但是我真的时候有的我跟 KS 和王某我也建议过，当初反水全勤的时候我也建议过，荣耀全勤时候我也建议过，我说你可以休息一天，调整调整，对吧？你老来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嗯，所以离开啊，大师赛离开它不一定是坏事。嗯，你只要不把话说死，说我这辈子打死老子也不来大师赛了，这个东西，嗯，不说死也还行，说死也没关系，那就认自己打脸嘛，对吧？来了之后，就是离开呀，不一定是坏事。小黑，你看小黑离开，我都没有怎么去劝，因为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去劝，因为人家已经证明了来大师赛，对于他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就没法劝了，我只能说，那你走呢就走好，回来时候。热烈欢迎，哎，你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没有办法保证什么东西，我不能说小黑你就来，你来了之后我保证你流水怎么样都不行，我保不了，对吧？这个东西我保护不了，但是我能保证是你再想来，你就一定能来。他也这个多舒服，对不对？没什么问题吧？哎，这东西你也不能逼人来呀。小何在直播间，小何还行吧？小何问我什么问题？小何好像也没跟我们，还没跟我们签约，还不算是大师赛正规体系里面的嘉宾。他问我啥？问我什么问题？
哦，问我女巫被手刀要不要亚毒？这个毒还是要的，毒是一定要的。因为小孩我跟你讲啊，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大师赛这个体系，跟你玩狼人杀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去野的那种狼人杀吧玩狼人杀，你开不开毒这个东西呢？你不想开毒就算了，但是你来京城大师赛呢，毒是一定要开的。那么毒谁呢？毒那个你认为在场上观众朋友们最烦他的那个人，你毒了他，可以超越底牌的吸粉，懂吗？可以超越底牌吸粉。京城大师赛不会以你毒出来去好人和狼人而判别的。比如说我底牌为狼，你第一天吃手刀，你把我毒了，观众不会喜欢你的。你长得再帅，你再幽默，没用。前车之鉴是一个叫水瓶座帅哥的，拿了我个女巫被手刀了，把我一张机械狼毒了。结果这个人现在什么样子了呢？这个人上京城大师赛还得拿个什么红布条系在脑袋顶上，就人已经不正常了。你不能是那样。去找那个你心中认为这个人遭人恨的嘉宾，你去读掉他。读错了也没有人说你，读对了大家爱死你。这个就是京城大师赛。好吧。因为我刚才没有看到你这个问题嘛，我就告诉你一下。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我这个人就乐于助人。尤其是新来京城大师赛的嘉宾，我对他们都可好了。真的。所以有些人火和不火是有很大关系的，小何，真的，你要掌握好这个规则，你就能火。你巨火，你有非常好的底子，你知道吗？我也看不见他弹幕。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水瓶还来系个红什么红头绳，弄得这那的跟人也不太正常。你说你弄成这样来大师赛是干嘛？你是来参加大师赛玩狼人杀的，还是来演小品的？都可笑，真的。你说我要是观众，我也确实是不理解，这节目组人把脑子是不是抽了？为什么要让这种人来大师赛？怎么不理解？那没办法，哎。他们出发了，给我等着，怎么真够逗的？难道让我先去等他们吗？他们到了就到了，就在那给我等着，他们就先喝，怎么着让我去等他们？你们，唉。小何问你，敏出他是女巫会不会手刀他？如果我是狼人，我敏出你是女巫的话，我不会手刀你的，因为你是一个新嘉宾，我手刀了你，你有可能读错人的话，观众会，就会喷你的。我不希望新来的嘉宾呢，就有这种遭遇。当然了，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已经很不公平了，因为以后的局里面，只要你中了手刀，你就一定会知道我100%是好人。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有点违反规则，我不应该这么跟你说了。反正也没什么太多人知道，你也别把这事儿告诉别人，好吧？以后你中刀，我就100%好人，这个事儿你别告诉别人，因为我拿女巫是一定，就是我拿狼一定不会手刀。看你的，好吧。哎，这都有点不太好了，小何，你这个问题，你谢谢没事敲木鱼的宝儿姐，这个事儿你不应该问，这问有点
违反纪律，你知道吗？但是还好今天直播间人不多，也不太会有别人知道。唉，嗯，你不是跟薛雅信关系好吗？薛雅信新来的时候，刚来的时候我就不是到他现在走，我都没怎么骗过他。你说，你可以问问薛雅信，我的为人是什么样子。嗯，我肯定是。哎，他们真到了吗？真到了，我也准备溜了。嗯，哎，我献上礼物吧。今天礼物还挺多的，啊，我呢这个，大家没事可以升升牌子，早日升到十七级，跟我说啊，我十七级可以进一个新的群，那个群里边，哎呀，我不能说能干嘛，哎呀，不能说，直播间里真不能说，反正很厉害，很厉害。谢谢榜啊，谢谢君君，谢谢 SJ， 谢谢噗噗，谢谢妮可，谢谢车车，谢谢牛西小姐姐专用号，谢谢楚楚，谢谢柴姐姐，谢谢此心光明，谢谢程酸酸啊！明天下午两点左右复盘啊！明天下午两点左右去复盘，然后明天樱桃布丁晚上七点带货直播，大家如果想买东西的话，可以帮帮忙去看一看，然后有朋友想买也可以帮忙介绍介绍，好吗？行了，我就下播了，好吧，我就下播了。然后，嗯，明天下午复盘见，好吧。如果明天起得来的话，好吧，拜拜，拜拜。